究竟看到了些什么？该看到的，不该看到的，都看见了。不怕死？怕？怎么会不怕呢？那夜百里红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又为何要陷害他跟靖冲的夫人？看来。 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尊上，梦里只是略施小计，让两个恶人相斗。如此一来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尊上虽然少年即位。 但却至今没有亲政，这是因为整个百里氏控制了民族。看来舅舅同你说了不少啊。尊上一直以来的隐忍与伪装，就是为了能够亲政。但想要亲政，就必须要将灵石矿脉以及民族的兵符从百里氏手上夺回来，并且得到。 冥王之官，这也是百里红跟你说的。既然不是，这仅仅只是我对尊上的揣测。但尊上刚刚的反应，恰恰验证了我是对的。 你这样处心积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尊上觉得，一个女人如此费尽心思的对待一个男人，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喜欢了。 小鹿妖啊，小鹿妖，你不老实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再来告诉我。